大家好，我是玉凤花张小元，这次来快手当那个文艺委员，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你发现吗，我现在的普通话都变得特别的好，而且说话都特别的流利。哇，我说还挺快的哈。行，那我慢点说吧。我们这个屯儿啊，就是说实话，就是说话都特别的慢啊，因为这样才会体现到我们的专业性和我们的口播的口齿清晰度。所以说，就以我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呢，我觉得呢，免考主持人证。筹备组长每当把你征服左右，我们是副组长的任务这边，书上美人开路青春，当当前海天红土，文艺委员载歌载舞，老铁春晚一年见一度，你我应该向幸福奔赴，自由自在拥抱世界万物，笑一笑老铁快乐会无数，聚在今晚我们欢喜共度。我的嘴瓢现场，整场晚会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专业潮玩数码大礼包、厨电大礼包、彩冰箱彩电大礼包、iPhone 14手机，因为它是十四手，它就是三个跳折连在一起，我就受不了了。iPhone 十四手机 iPhone 十四手机冰箱彩电大礼包 iPhone 十四手机冰箱彩电大礼包 iPhone 十四手机冰箱彩电大礼包 iPhone 十四手机十四手机十四十四太多人了，不摇了，不摇太尴尬了。看看，
拍什么？拍什么？多尴尬呀！拍什么？别拍了。刚才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位宣传小哥，他摔下了椅子，非常的喜感。就是我在台上马上开始录之前，看到他四仰八叉唰一下摔倒了，我觉得特别好看，特别好看。大家如果要是能看到他的这个视角，可以看一下。真的想到了，刚才翻身了一下。